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迪克文文，欢迎收看《战舰世界》。想要玩视频的朋友呢，可以来优酷啊搜索迪克文文《战舰世界》，订阅文文的优酷频道，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文文在优酷独家发布的《战舰世界》的视频了。也是感谢本期视频我们的南部岛提供的轰鸣的战斗，我觉得突然发现轰鸣的屁股好好看啊，然后后面还一排俄文，对吧？我觉得轰鸣好帅气啊，真的好帅气。真的，而且吃水又很深，对吧？整个船的话，除了头大一点，这个屁股还是很翘的。然后呢，如果大家想要投稿呢，左下方有文文投稿邮箱，大家可以把录像文件占截图发到 dkmanman@126.com 就可以了。那今天啊，就是出过尼古拉斯了，对吧？我说五级船谁最屌，那么给大家看一下轰鸣到底有多强。那另外的话呢，下周啊，应该是说的不错的话，下周9号、10号、11号吧，我记得。就是广大的同学们都要考试了，然后再过一周就要迎来放寒假了，对吧？也是祝大家猛猛考高分，对吧？科科都不挂，对吧？猜个英语单词60分就够了，对吧？也是祝愿大家了，考试大吉啊，能猛猛都过，不要挂科，对吧？过一个好年，这个是最主要的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轰鸣啊是在一个五级房哦。对了，如果大家想要代练的，来扫左侧的二维码联系文文家的旺旺客服，或者说在那个 QQ 群里面找我们的客服 QQ 都是 OK 的。五级房轰鸣对面是木月，也有个轰鸣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有个 V170， 然后这个五级房有点小，一个基洛夫，一个国王，一个德克萨斯，而其他的话是凤凰城啊，凤凰城好久没看到了，凤凰城摩尔，我们家还有个摩尔曼斯克，摩尔曼斯克也属于比较强势的一艘船。现在的话呢，它是从二线开始往下冲，那么我们的 V170 啊，一马当先开始往前走。这里的话，其实如果站点图来说啊 ，V170 这里的话就有一个区别会比较多一点。这个正面的话是斯维特拉娜，还有基洛夫、基翠翠。那么基洛夫的话是属于比较脆的，这的话直接开炮，哎，还不亮，而且的话这轰鸣的话，哎，现在亮了啊！射程的话11.9，然后呢，现在开炮惩罚是9.9，一般的话是6.1，稍微勾引一下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轰鸣，哇，轰鸣对轰鸣，大家分外眼红，来看一下，哎，这个轰鸣内切了，这个轰鸣开始内切了。我们来看看这一轮炮，哎，瞄得低了。这个的话，对面的基洛夫也是一轮过来，哦哟，外切躲掉，再来。这个轰鸣的话，速度并不快啊，可以说是甩鱼雷。哎，这个鱼雷的话，你可以默认它减速啊，往它身后撒，这是可以的。而且的话 ，V170 也是把它的我们一个达纳厄，对吧？达纳厄的话是把它烟雾逼出来，现在我们转一圈过去啊。提早转炮塔，这还是不错的。这的话是打这个巡洋难，这个巡洋很难打，尤其是跨在山后面，哇，飞不过去，中间有高山。那这的话轰鸣转过去可以继续抓这个轰鸣，对面基洛夫在一马当先，而且的话纳达厄一死，我们实锤过来的时候被收过路费，收得很伤。这的话，哎，对面轰鸣亮了，轰鸣的就是说好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转炮塔会稍微慢一点啊。他这边的话利用鱼雷，对吧？来看他已经是把速度加起来了，前面的话也不知道啊，但是的话这个瞄好像手有点抖，但前面那个是比较难瞄，说实话这里的话也不吃雷啊。我们鱼雷的话马上还有8秒钟的时间，两波鱼雷就要好，而且这要当心啊，对面基洛夫大冲过来，我们家的实锤已经是赶到，哇，实锤真的是惨，实锤已经是赶到了。这的话是烟雾当中扔一波盲雷，这的话主要就是当心基洛夫啊。轰鸣的话我们是不怕，哎，基洛夫亮了，基洛夫的话这里开炮，那么他们的烟雾应该差不多也快好了。我建议大家，就不要建议大家，建议这种时候就要拉烟雾，一开始要拉一波烟，这会比较好。基洛夫，哎，轰鸣也在后面，这的话还去打一轮，拉烟减速换 AP。哇，疼，这一轮2000多，但基洛夫这个角度的话 AP 但是可以穿的，有没有核心？哎呦，没有核心区，而且的话现在消点啊，170是往山后走，这边正好是被烟挡住了，后面金刚过来还不一定点得亮它。哎，好的，基洛夫亮了，转炮塔过来打两颗，哇，又消点，好的，两发核心区，哇，打得好惨，再来两颗，该你说拜拜，哎，三发核心，再来了，
跟你说拜拜，漂亮是带走了。这的话一轮 AP 打完应该是可以切 HE 了，把这个轰鸣也收掉。他有时候瞄去多好像是都瞄的会偏低啊，就说稍微瞄高一点就好了。对对对对，1200多，现在是打内切了，500多有了，跟你说拜拜，漂亮。哇，这里的话两个人都收掉，还好后面的石锤过，但石锤也是死得很快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挂了，就直接挂了。而且后面还有一个巡洋舰，这里的话要急着出去吗？那前面170应该是也有，对，在这里170这里的话是也有烟雾啊，最多是被他打一轮，对吧？最多被他打一轮，还好不是很疼，一轮打上去又消点了。这里的话战略不是很上啊，不是很刚，这里的话换 AP 弹，2.2公里是会被点亮的，哎，现在是会被点亮了，哇，没掉血，你敢信？再来一轮 AP， 跟你说拜拜，穿了核心去，对，这种啊巡洋这种侧身的话，只要穿核心就好了，然后巡洋打的时候就不要这样子输出。那如果说是船头的话，还能打一打；如果说是侧身这种的话，低等级啊就要被弄死。对面还有一个德克萨斯啊，德克萨斯应该就在我们前方。Francis 德雷克勋爵，那么跟着 V170 走，这里的话应该是一会儿那个德克萨斯也会开过来，开个隐形加速上去雷他，对吧？这里的话他是选择了走内线，这种就不要着急啊，先贴着山走，对吧？等战略亮了，就说不要说急忙出去，你看这就亮了。就如果说他前着以这个方向往山后走，这个的话不被点亮，那越近距离啊越好打。这里的话170是扔了一颗雷，哎，这里雷不能扔，兄弟这不能扔，哦，170还没死，哇，这波雷看着就不能扔，这个看着不能扔，哎，现在可以扔了。但德克萨斯是减速了一波雷，他减速的话再扔一波，稍微慢一点，170，哇，4颗全中，还有17000点血，再扔一波，两漂亮，跟你说拜拜，2发鱼雷直接是把他带走了，哇。哎，看到我好想，我也想去开轰鸣了。这个五级船轰鸣还是异常的生猛啊！五级轰鸣船还是异常的生猛。后面有一个木月，但这边是没人了，我们把路上速度加快一点。这的话基本上已经是空无一物，对吧？一个木月往他们家里走，家里还有一个克莱姆森，中线的话还有一个木月，大部队这已经是全部清完。他们问题就是主要是巡洋冲太快，一开始是打优势，但是被驱逐完死，战略上来还是比较慢一点。这的话是看到木月，看到木月的话8公里这里可以减速啊，他要转过去抓吗？转过去抓也可以啊，转左侧，对，用右弦打，早一点转左侧用右弦打，哇，我还以为被秒，把他秒了呢。木月在这里6.2公里拉烟，开玩笑，你拉烟想跑，漂亮，再来。这的话提前量感觉有点不够，哦，够，可以闻闻符，这的话也可以，哇，我不说话了，对吧？这个命中率绝对可以，但这两颗肯定不中了，这个中，对吧？这个肯定不中了，这的话他应该是在往右边转，这几颗的话应该不行，哎，又吃一颗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会玩，瞄得好，闻闻符，对吧？我就喜欢打的比姐说好的。然后对面一个木月，一个克莱姆斯，两个华明，对面还剩4艘战列。那巡洋舰是死完了，那么只要想办法把两个驱逐抓掉的话，这4个战列我觉得问题并不是很大。我们家国王在哪边不知道，金刚血量还是比较多。这的话，华明他想要雷那个克莱姆斯，先等一等，先把木月搞定再说，对吧？那个轰鸣的话，速度是会快很多啊。而且季风也有可能把这个木月点亮，这木月只有直线往我们家那个方向走才有可能，要不然他已经是无路可走了。好的，这个木月已经是被点亮了，一轮打上去中一发，哇，兄弟你怎么会往那个方向瞄？不对啊，他还没完全转过来，对啊，完全没转过来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 A 跨蛇你敢信，对吧？这个的话他就感觉判断位置有点不自信，有点不对。但有时候啊，这种极近距离然后拖到这种干你手拜拜漂亮，这种极近距离的这种啊，有时候会判断失误。哎，看来武森好嚣张啊，往山后走了，会玩，打2发，对吧？往山后走了以后，看能蹭几发是几发。
然后妙义在这里，怀民国王，还有哇，这四艘战列的话，我们家一个国王在拖后，然后呢还有一个金刚绕的太后面，那么那个克莱姆森我觉得可能会要去搞他，他这里的话，对了，去帮帮那个金刚把克莱姆森抓掉，这个还可以，对啊，而且你看聊天框的话是金刚啊，他也是提醒队友，对吧，要当心点，而且后面八公里雷的话这里没什么东西好搞，那个妙义可以不用管，淮安明的话现在是雷不到，我们把速度再加快啊，现在的话就是一路开开心心去找克莱姆森，左边的话有个淮安明，一会儿交战的话估计都是在里面，哇，金刚吃了波雷，但是哎，哦，应该他是在山后面，对吧，应该是在这个山后面，对了吗，要不然的话不可能不亮，不可能不亮，只有说是在山后的话雷击有可能不亮，算一个提前亮，这的话克莱姆森应该是金刚把克莱姆森点亮，但是克莱姆森马上进山，马上就要消点了，他这个时候的话说实话应该是雷怀俄明，然后出烟去追克莱姆森，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毕竟金刚打怀俄明你怎么打都有优势嘛，对吧，怎么打都会有优势，现在八公里，哇，怀俄明的话应该好像是要外切的样子啊，他这里的话是要外切，我们要稍微走近一点，走到七公里扔雷，这个雷的话概率会中的概率会比较高一点，而且他如果想要去转内切不大实际，就是他右转，对吧，这个怀俄明他如果说是右转他就等于说没法骑射了，而我们家金刚哇那么惨，前面吃雷了，克莱姆森还在打，这个时候考虑一下该干嘛，对，抓克莱姆森，对吧，怀民我们有办法弄死他，但是这个克莱姆森不能让他跑，他如果从二线绕回我们家去占基地，这个就很伤，而且我们现在分数还是优势，但金刚一死的话好像我们会亏点分，要想办法稍微再站站他们家应该还可以，要不然的话应该会亏分啊，果然还是亏分了把克莱姆森抓到的话呢，现在分数就能持平，现在已经是五杀海怪到手，克莱姆森应该是被飞机所点亮，这个距离的话屁股后面一个怀明精度应该没那么高啊，对吧，克莱姆森来了，看看是往左转打一轮再转过来，哎，好的，漂亮船头，对吧，这炮塔转速跟不上，有时候这是那个轰鸣的必伤，对吧，硬伤，这的话看一下从左还是往右，他左转，我猜是右边，左边反方向，哎，真的是右边，再转回来，不转，直播间家这里出山雷，对吧，左右各扔一波，你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来，因为这里的话怀民在这里打他，哦，我不会把他秒了吧，还不会啊，然后呢他们一个怀民在山后，另外一个国王十二点几公里，问题不大，我们的炮塔完全转过来了，这里的话一轮打不死，哇，没打中，你敢信，再打一颗600多，跟你说拜拜，漂亮，然后呢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消点的状态，国王离我们非常的远，我们点亮距离，哎，怀俄明出来了，但应该是马上就要消点了，9.9公里的话应该马上就可以消，稍微等一会儿就好，哪来那么巧，哦，吓死宝宝了，吓死宝宝，现在6.1，对吧，这还可以，怀俄明扔他一波雷，后面还有金刚，我们还有一个国王，一个怀俄明，但他们的一个血量，哇，这个盲射有点生猛吧，扔了一波雷，怀俄明的话不要被点亮，我们现在回身走，还有一波烟的话还有1分10秒钟的时间，对吧，往回绕一绕，对面还有个怀俄明，现在我们分数多啊，并不着急，看看这波雷，我们分数多其实并不着急，我打赌这颗雷应该可以中，对吧，左边那颗雷肯定能中，我觉得这颗雷开到去的话会堪堪会击中，对吧，来一颗两颗，好的，22000，然后呢应该是损管交掉，但这里的话不能开炮啊，开炮的话太危险，看看他怎么走位，低级防的话走位会耿直一点，内切转过来了，他应该是要打我们家的怀俄明，国王在那个位置太远了，哦，大家互换一轮炮，我们家打上去，好的，打剩6000多啊，打剩6000多，那么大家这会儿吃一颗雷就好了，哎，他这个雷
这个是密集型的雷吗？好像像散雷哎，这个像是散雷，对吧？要不然不能分那么开啊。他果然扔的是散雷，其实这种的话还是扔密集型的雷比较好啊，因为尤其是已经是这个怀尔明的内切角度已经是找我们了，如果他继续内切的话，很容易就是说是躲掉鱼雷。我们来看看哪颗鱼雷，哎，我们这样看会比较好看一点吧，对吧？这样子的话应该比较方便一点啊。你看嘛，怀尔明内切，哎哎，对吧？内切当中缝隙太大了，他直接就躲过去了，要不然的话还好，不大会有这么重。现在马上怀尔明越来越近，那么敌人另一个怀尔明也是越来越近，现在的话还能扔一波雷，时间只剩三分多钟，我们家的怀尔明撞山估计要死。哇，这死前赶紧洗啊，他一死的话分数又要被反超，对吧？赶紧弄死一个，我们分数还是领先的。季风的话在这边在站家，对，这种的话就瞄船头，而且这种的话提前量要高，提前量就是说那个炮口啊一定要抬得够高，够高就行了。好的，一把火两把火啊，这个怀民就肯定能烧死了。这的话国王还是扔散雷吗？啊，扔波密集型的雷吧，两处着火啊，其实这个怀民可以不用管了，剩下的话就去打这个国王就可以了。两波火没有损管的怀尔明是完全不怕的。哇，疾风好生猛，这个话看能不能把这个国王再点着。那个国王已经是要死了，700多点血，对吧？两串火该你说拜拜，漂亮，是直接带走了。另外一个国王是满血，他们家另外一个国王的话应该是吃雷了，8000多点血，疾风的鱼雷已经是过去了。但是的话疾风好像过来蹭了一个烟，他们家国王马上就要亮了，怎么吃雷了，吃雷了，吃雷了，吃雷了。我们把速度减慢一点，怀尔明那边的国王也要吃，国王吃雷了，但是国王吃两颗雷没死，这里的话怀尔明应该是要死了吧，对吧？23点血，该你说拜拜，漂亮，带走。哇，一个双杀好可惜啊，国王的话吃了雷没死，还有6000多点血，但是的话现在在存管里面还在进水当中，问题不大，对吧？只要弄死他就可以了。2000多点血，这个血量的话还不足以死，但他的轮机已坏，对吧？轮机已坏，再继续进水，1200多，漂亮，再打一轮，400多点血，马上就要死了，350级，该你说拜拜，漂亮，9杀 ，nice， 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对吧？看这种就觉得会神清气爽，觉得。那么强，对吧？那么强，还有谁？所以说，而且这个后面就杀的多了一点，其他没什么特色，投稿也是非常，这个我服啊，43万的银币，对吧？5个核心，9个人头，这是玩的溜的飞起来，2100的裸经验，5级仿金是很高很高了。好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那么大家看到视频的话呢应该是比较晚了，也让大家早点休息吧，对吧？后面几天呢都要考试啊什么，祝大家考试大吉，萌萌不挂科，60分就行啊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